被送阿平等免费观众，相信大家知道马桶和塔防的更新的复活节活动啊。这一次的活动跟上一次的圣诞节活动也是一样的啦，有通行证啊，要完成任务啊，还有商店啊。这通行证也是一样，我是等就满等了，我大概花了6到7个小时呢就完成了，总共花了3个药水，其中一个是用来买的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，我还以为要花1到2天的时间才会完成的。完成之后可以得到一个双刃兔子人，还有一个泰坦兔子监控人的，这造型看起来好像不错，等一下我们来玩一玩吧。接下来任务也是一样，我就不多说了，我们就看一下商店。商店里呢有4个新单位，这些单位呢必须要用那个箱子呢才可以得到，那个箱子要300个蛋呢才可以得到啊。只不过它有更新一个新地图啊，就是复活节的地图。这个地图呢有60个关卡，有完成之后呢还给你250个蛋。完成了关卡250个蛋又买不到一个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呢玩2场呢才可以得到一个蛋啊。哇，作者真的很会算哦。然后新单位里呢终于有一个新的神圣级啊，那就是一个兔子的泰坦，造型看起来很特别。不过它很多人得到耶，有9000个人得到了，那么简单得到的吗？我刚刚得到那个兔子泰坦呢才254个人得到而已耶，那么容易抽的吗？我先去看看那个市场先，我看一下卖一个箱子要多少钱呢，还有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卖那个新的那个神圣级啊。 OK， 我要来到市场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哇，这个箱子要85，好贵好贵。那么新的神圣呢，看一下新的神圣，哦，有人卖了 14K 耶，哇，也是好贵好贵。现在我的钻石还是算了吧算了吧。最后一样更新的东西呢，就是前几天更新的彩蛋狩猎啊，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得到啦，所以这里呢我就不教学了。其实前几天呢我要教大家如何寻找这个彩蛋的，只不过我生病了，你们可以发现到我讲话的声音可能比较小声啦，因为喉咙呢已经痛了整个星期啊，已经看了2次医生，现在还没有康复，所以这一集呢我可能不会说那么多干话，比较会认真少少，希望大家能多多体谅体谅啊。那么这个兔子箱的单位呢，我觉得我们留在下一集才来拍吧。不过我想抽一个来看看嘞，说不定我一抽可以抽到呢，我们先来抽一个看看吧，来抽一个看看吧，看一下，说不定真的会出现呢。Nope。再多一个吧，多一个，说不定真的也会出现呢。哦，丢进去喽，箱子变越大。我们一次十连抽好不好？一次十连抽就好了。如果抽不到的话，我们就下一集还再开箱吧。来，十连抽各位，来喽喽，箱子变大，其中一个变更大，有吗？有吗？有。哦，我抽到这个，看起来蛮普通的。OK， 抽不到就算了吧。所以我私底下呢，先存100个箱子，我下一集才来100连抽，看一下抽到不抽到吧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来玩通行证的单位。首先是这个传奇的双刃兔子人，它 DPS 还蛮低的，不过呢，它应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？等下我们来看一看。下一个呢，就是个神话级的泰坦兔子人了，它伤害在神话级里面呢算是高的，而且它是范围伤害加穿刺的效果啊，看起来好像很不错哦。等下我来看一看，我再放到一个暴走的泰坦吧，以免通不了关啊。OK， 那么我们就来玩新的地图，叫做彩蛋岛。OK，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游戏开始吧。Let's go。OK， 那么游戏开始了。首先，这个彩蛋岛呢，老实说还蛮不错的。画地图呢还蛮小的，它的路线呢还蛮短的，所以要注意哦，不要升太多最赚钱的单位啊，不然等下很多在马桶里跑掉。然后其实这个桥上呢是不可以放单位的，还蛮特别的，蛮有新鲜感的。这个我觉得自己做到还蛮不错。OK， 那么首先玩这个双刃的先，哇，它攻击范围还蛮大的嘞，我们就放这边吧，放这边。哇，它攻击的时候好特别嘞，一直在抖动吗？你看，它有在攻击吗？还是它在跳而已啊？等级呢，它攻击有300啊，攻击速度还蛮慢的，只有1秒。然后它呢，它是用光波来攻击的，我还以为呢它是用它的爪呢，它还攻击啊？不是应该是要升级才会变化吧 ？OK， 我们这里就升一个等级先，下一个等级呢就要花1200啊！哇，一下变得好贵哦，我们升级看一看，不一样咯。等级二有2种攻击，而且还冲前气攻击嘞，攻击速度好快哦，很像那孤战无双嘞，就是冲前气呢攻击啊，这个真的很特别哦，它有范围伤害，然后它又是冲前气攻击，这个呢应该是第一个呢又有范围伤害又有特别攻击的一个单位吧，哇，蛮不错嘞，它早上发亮了嘞，等等，我买多一个看看啊，放这边，等级呢它早是不会发亮的，然后等级二就会发亮了，哦，不错哦这点，那么下一个等级呢就要花2500，也是越来越贵了，我就在。再升下去哦，等级三是满等的，不过等级三之后呢，它那个武器呢不一样了咯，变到更加长、更加利了嘞。它的武器呢，我是蛮喜欢的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只不过如果我放很多很多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跟那孤战无双一样啊，看到眼睛又花掉了。OK， 下一个呢，我就来买这个新的泰坦哦，泰坦兔子人啦，我们就放这边看一看吧，放这边。它是用中间那个，中间这里呢喷出那个能量的嘞。
我、哦、这个不错哦，这个动作好像发出很强的日本亮出来耶。等级500伤害，冷却时间 0.5 秒，还可以，还不错。那么下一个等级呢，要花1400，我们就升级下去哦。下一个等级呢，哈，拖出一个兔子的造型出来耶，然后没有什么特别。哎，等等，他这个能量波好像有两个是吗？你看，他是有两种攻击的，一个是毒子的，一个是用监控外喷射出来的，有两种不一样耶。我再买多一个看看，等等，我再买多一个看看，放这边。我来看看等级一的时候，哦，没有，等级二的时候只有一种攻击，等级二呢就有两种啊。OK， 那么等级三呢要花3500，我就升级下去，变成有范围伤害。可是这个范围伤害是哪里攻击的啦？我完全看不出。OK， 那么等级四呢要花6000，我就升级下去。等级四是满等了。如果是说泰坦的单位呢，它升级是很便宜的。哇，这么快升满等了，只不过没有防御效果。Oh no！ 然后我又忘记带那个无人机来了。Oh my god！ 等下，我怕我通不了关的。Oh my god！ 升满等之后呢，攻击有3200，冷却时间0.2秒。不过它攻击范围呢，哎，还蛮广的，有55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然后它的造型呢，老实说我还蛮喜欢的。如果它旁边它手上呢多出一些武器的话，我觉得更加帅哟。哦，对了，我忘记了还有穿刺的效果嘞，它又有范围又有穿刺，哎，算强哦，算强哦。只不过伤害是比较低一点啦，伤害比较低，所以这里呢我就要买我的，哎呀，这个暴走的泰坦啦，我就随便放吧，放这边吧。 OK， 那么整体来说呢，这两个在通行证的新单位呢我是蛮喜欢的，造型帅，伤害那方面虽然不高啦，不过帅就足够了。而且这两个新单位呢没有像上一次的圣诞节单位那么的离谱啦，明明是神话级的伤害去到那么高啊，太夸张了。所以这一次他这个更新呢，我觉得还蛮不错，还蛮不错。只不过它这个地图呢的敌人呢就蛮一般的，没有什么特别，只是最后一个 boss 呢不一样而已啦，其他的马桶人呢都是一样的，这一点就有点可惜啦。我还以为会有一些兔子头的那个马桶人啊，还是马桶暗环会出来呀、啊。我们再来看看吧，这个地图有什么特别吧。然后下面好大的海哦，啊，地图好像也蛮大的，可以下去吗？哎，可以下去，我还跑去后面。我可以跳下去吗？我们来看一看。可以下去的。等等，我会游戏失败吗？我还以为游戏呢会整个重新来过啊。哦，幸好不会。我们来上去看一看，我们来探险一下那个地图有什么特别东西呢？说不定拿到有什么奖励啊。我看一下，这个还可以站着的。好奇怪，邪恶的波，煎饼毒师跑出来了。没有想到彩蛋关卡呢也是会出现耶。OK， 还不错啊，不错。OK， 第六色波了，那个 boss 要出来了咯。出来了，兔子啊，这个兔子马桶人，真的遮住了，看不到，完全看不到。OK， 这就是兔子马桶人啦，你看造型，很帅耶，有没有各位？超帅的，我很喜欢的这造型，一个酷爆了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看帅啊造型，不错。OK， 那么这一次的新单位呢，我觉得还蛮不错，还蛮喜欢。下一次呢，我就来看下商店里面的单位吧，希望我可以抽到吧，希望可以抽到吧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再开多一个箱吧，开多一个箱，来吧，我希望可以抽到升级，等等，我要找对的方向啊，哈、啊，这里这个方向呢就很美了。OK， 我就自己开，来咯。这样子变久一点，如果还有19月9的话，他就是得到越稀有的角色啊。